评估一下。透彻，透彻。你好，要换卡。然后喜欢哪一家？对，故障。不知道哎，没有特别，不用。你还是可以先，有没有大概的想法？就是预算。还是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要问一下，就是如果像是买像你们的那个 CFS 2.0 卡的512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哦，512还有。如果像是，哎，它是不是之前也有一 T 的？还是其实没有？应该没有。那如果它，因为它比较不主流，那我觉得它如果之后没有的话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话。那你们会有其他的取代方案，是就会换那种卡吗？还是我也不确定。应该不会说它消失啊。OK OK。对，但有的话就是故障的话就是换一样的。OK OK。你好，这我可以拍一下。可以啊。这个是您说那个 CFace。因为我在想说要买这两个其中一个，就是90 V 90跟这个。有当然要帮忙加气哦。好，拍一下。对。把它转过来。好。题目应该是礼拜三。对。这个。不用转，不用转。还有，因为缺荧幕，所以不能。好，谢谢。万一如果要这个的话，建议先打电话过来订，因为它我们不太会备，因为很少会卖。OK OK， 比较冷吗？对。所以这个应该还是会比较多。这个房比较多。哦，这个哦，对对对，这个比较主流啦，就大家大部分。嗯 ，OK OK， 好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没关系，可以做吧。